每天五分钟，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。荒漠甘泉，引领你今天的属灵生命走向完全。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。神给我们祷告的答应常常出乎我们意外，我们求忍耐，神却给我们患难，因为患难胜忍耐。我们求顺服，神却给我们苦难，好使我们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我们求谦卑，神却给我们牺牲自己的机会，为弟兄舍命。我们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，神却使我们伤财、害病、失业、遭难，逼我们比以前更运用信心。我们求温柔，神却给我们许多惹厌和激怒的东西。我们求安静，神却使我们每一根神经都紧张起来，好叫我们到他那里去寻求安息。我们求爱心，神却放我们在最不可爱的人当中，让他们刺激我们，刺伤我们的心。因为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爱是不轻易发怒，爱是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爱是永不止息。得胜和得安息的方法，就是直接从天父手中接受他所给你的每一个环境，每一个试炼，并且享受其中互相效力的益处。